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马桶的逗比狗声。大黑锻炼个身体，你看有多难？一堆狗过来捣乱，哎呀，我去，疯了都！一堆狗干啥呀？干啥呀？马桶，你还生气了？不让其他狗靠近了？揍他！再来五个！马桶，你碍事了。都在闻你，他们是在默默的陪伴着你吗？五，小黑，你别亲他，小黑，你亲他，他一笑，他笑笑啥了？马桶一闻他的屁股干啥嘞？跟家乡锻炼真的太难了，你看这一堆狗，你们快走快走快走，让大黑减肥，大黑太胖了。马桶，他钻你肚子底下，马桶把头钻你肚子底下了，刚才。哎呦我的妈！大黑一坐呀，你骑呀，马桶你干啥呀？马桶，骑呀！马桶你去咬你屁股去了，马桶，他要钻你肚子底下去，我去，大黑做个这个锻炼太难了，马桶你干啥嘞？跟他来回跑。马桶你快走，叫他锻炼身体的，减肥的呀，减肥，他锻炼好了都不用拉着你跑步了。你他咬你肚子，你干啥了？你不是抢我的白头香吗？你想干啥？我能减个身体难吗？你还急？他还急？你急个锤子？你急啥？你有啥可急的？这是好凶啊他！你看他凶的，你接着锻炼吧，别搭理他。快点，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。大黑已经瘦了20斤了啊！自己钻出去了，他到底想咬你哪？哎呀，笑死了！哎，滚！马桶，你这个狗！